六，与总理唱反调。黄土高原，星月消隐的夜空，此时雪片漫卷，天地混沌。晋北仙人村的一座窑洞里，石哥在炕沿上看八一本，对面坐在小凳上的桂枝给他洗脚。他的穿着就像当地的老农，桂枝给他爹做的棉衣棉裤在农村也是守旧老者才穿，穿在矮半头的石哥身上就像是裹着床棉被。这种邋遢被石哥当成了退休者的享受之一，也算是对机关上班的逆反。在北京上班时，连最不讲究的他也得穿得中规中矩，几十年下来实在厌烦透顶。现在他剃成了光头，无需梳理，也无需为脱发沮丧。窑洞不像城里的公寓那么热，进屋无需脱衣，无需换鞋，外出只需戴上顶毛线帽。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石哥来到仙人村，住在桂枝家。桂枝的爹是当年的生产队长，几年同甘共苦，视他们如同亲人。回城几十年，石哥始终把这儿当成另一个家。妻子去世后，来的次数就更多。只是以前待不了几天，这次他来，却都没有想回去的时间。半年、一年，会不会就不走了？桂枝妈死了，桂枝爹老了。桂枝早年出嫁，因为不生育，被丈夫赶出了门，再没回去。现在这个家全靠桂枝。桂枝爹中风后行动不便，离不开伺候。桂枝在几公里外的镇上开了个饭馆，生意不错，晚上最忙，但是他每天都会在爹睡前回来给老爷子洗脚，多年不间断。现在他把石哥也加上，服侍爹睡下就端上一盆热水过来。起初石哥不让，桂枝说给爹洗给哥洗一回事儿，不由分说把他的脚按进热水盆，冷脚在热水中沿着脉络升起的寒颤冲到后脑，没受过足浴训练，可是给他爹洗了那么多年，对脚的构造熟得不得了，连搓带捏又揉又掐，很知道怎么让人舒服。被桂枝强洗了几次后，石哥不再推脱，成了每天的期盼。洗脚时他不必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桂枝的要求。他时间宝贵，不能耽误他。餐厅里乱了一天，这样安静一会儿也是他的休息。桂枝最让石哥舒服的就是放松，无需任何介意，用不着没话找话。仙人村远离官场的紧张，桂枝让他完全自在。对石哥的退休，桂枝嘴里没说，心里最高兴。她是石哥的第一个女人，那时他们年少，住在同一房檐下，一块吃饭一块担水，如同兄妹。当年的桂枝给了石哥青春欲望的满足，却从不提要求。在石哥考上大学离开前，只是背地里哭，白天却说眼睛的红肿是因为挑灯芯溅进了煤油。那以后他们没再提起过去。桂枝被丈夫赶回娘家后，回绝一切说媒，表示宁愿一辈子服侍爹。同时他写信告诉石哥，永远把仙人村当成家，他住过的窑洞会永远等他来。
今日的仙人村早已凋敝，有能力的人家都搬去镇上或县城，剩下的也无人再住窑洞。饭馆收入照理够贵直在镇上买房，就近经营也方便。可是他坚持住原来的窑洞，说是爹不想离开祖辈的地方，心里更多想的是石哥喜欢窑洞。要是住瓦房睡软床，这里哪一点比得过北京，可能他就不再来了。他保留了窑洞和火炕，留下老式门窗、灶台、石磨、风箱，甚至废弃的老纺车也像过去那样挂在墙上。老东西他都留着。石哥当年住的窑洞里，连糊在墙上的老报纸都在，只是盖了层塑料膜。因为石哥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回来，曾笑着读那上的文革词句，告诉他是值得保护的文物。唯一的改造是他和石哥的窑洞之间开了个门，有时他会过来独坐，或是夜深人静时躺到石哥睡过的炕上。但是每次石哥来，那门始终关得严严，纹丝不动。直到这次一个夜半时分，那门发出不能再小的声响，一股凉气钻进石哥的被窝，一丝不挂的滚烫躯体贴在他身上，没有一句话，只是轻抚和痴迷的呼吸，强忍的声音与痉挛。黑暗中的一切让石哥感觉如同梦境。结束后他无声地离开，第二天表情举止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如果不是在床单上看到痕迹，石哥甚至会怀疑真的就是梦。不过正是这样让石哥放松，他没有拒绝同样的梦在以后继续做下去。桂枝很有分寸，来得并不频繁，往往是石哥开始想时便会听见那扇门悄悄打开。妻子去世后，石哥已经多年没有女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性对他似乎已经远离，甚至被他认为已经死去。到这年龄也算是自然规律了，现在他却发现性还在，甚至有重返青春的感觉。黑暗中他眼前浮现的是当年的桂枝，那时他们只能在野外偷情，做爱时大都光线灿烂，桂枝身体的每个细节都被那锋利旋转的光线永恒地刻进他脑中。现在的桂枝更为成熟丰满和柔软，在黑暗中如同广阔的海洋，无尽地承托着汹涌颠簸挺进的船。桂枝给石哥擦干脚，接着给他剪脚指甲，敞开怀把他的脚抱在胸口。石哥的脚隔着衬衣能感受桂枝的乳房酥软温暖，未生育的弹性。不过他似乎只专注于手中的八一本，迄今他俩的性仅限于触觉，顶多听得见气息。他知道桂枝是揣测他宁愿如此，并非是桂枝所愿，他为此歉疚，但的确他愿意这样。他不想让性和视觉、语言、感情甚至生活扯在一起，那会让在没有性时让他们尴尬，毕竟多数时间都没有性，平常状态下保持兄妹般的关系会更自然和持久。北风在窗外黄土高原上呜咽，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分。窑洞装了土暖气，不再像知青的年代满墙挂霜和结冰，
当年雪夜裹着被子，在煤油灯下看禁书是最愉悦的享受。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读书能任意选择时，远不如费尽力气找到一本那样乐趣无穷。他的八一本中存储了几千本书，标记、检索、批注、人声朗读、电子墨水，各种功能都齐备。可是很多书都只是读了开头就被放下。他连当了三届全国人大委员，沾的光只有军队搞爱民活动时送给每个委员的这个八一本。最初吸引他的是提供各种禁书，后来吸引他的是上网可以任意翻墙。多年来石哥所做的研究和处理紧急状态，所谓紧急状态不过是危机好一点、好听一点的别称。随着危机日渐频繁，牵扯面越来越广，他的工作班子从当初一个小组发展成了几百号人的国家安全研究所，对外按门牌号简称16号机关。16号机关是国务院直属部级单位，如果他没退休，作为实际主管的他也得去参加前前总书记的国葬。但是在仙人村，他连国葬的电视转播都未看一眼。此刻网上的热闹话题是二神之死，粉丝们自发地办起一场虚拟葬礼哀悼二神。石哥倒觉得自己应该去参加。二神曾说自己会死在酒上，警方鉴定也是酒后驾驶造成的车祸，但是石哥不相信。当石哥试着在八一本上进入正在举行的虚拟葬礼时，反监控程序发出了警告，那是16号机关几个 IT 才俊开发的，没请专业美术，程序界面显得笨拙粗糙。不过意思很清楚，十数个吸血鬼图形若隐若现地潜伏在二神葬礼的各个入口，每个吸血鬼图形表示一个监视点，小血滴组成的红线从进入者身上连到吸血鬼的嘴里，表示个人信息被吸走，众多血线汇聚成血流。如果没有警告，石哥也会被吸走个人信息，这架势从侧面证明了二神之死不简单。反监控程序把无关者显示为黄豆大小的灰色人形，有轮廓无细节，有关者则显示为彩色且放大的图形。身着红袍的女神形象代表最被重视的女性。石哥看到女神形象标出的名字是陈盼，不禁好笑。除了她退休后陈盼写来的慰问信算有点私人性质，他们一直只有工作往来。他查了一下反监控程序关于重视程度的算法，都是年轻人的标准。例如对方是异性，重视级别便会提一级，还有相互发邮件的频次，给对方写邮件的斟酌程度也是加权因素，是写完就发还是写完要改，包括改几次，对每个改动的琢磨时间等。石哥写邮件的斟酌不是对陈盼，是对项目，那个项目由陈盼所在的非政府组织简称村智会的村章治理促进会承接。16号机关有多个外包或合作项目，都是由下面的各部门负责，石哥要亲自管村智会的项目，目的是尽量少些人知道，免掉拨款的繁文缛节。石哥与村智会的项目关系微妙，渊源最深又刻意远离，
用16号机关的经费支持，却不具体参与。联系人陈盼是村支会创始人欧阳中华的助手。项目实施的几年时间，都是由陈盼向他通报情况，大部分接触是通过网络。石哥原本安排了在自己退休后也能保障项目的后续资金，把实验继续做下去。但是这次他名为退休，实际等于撤职。接任者一上任就找他的毛病，这个项目很可能成为把柄，只有停下。说白了，就是不再给钱。他通知了陈盼，只说自己退休，没说其他。他写了情深意切的邮件表达慰问，感谢他的常年支持，祝福他的退休生活，每一句提前。几年交道打下来，他清楚诗歌没有后续，一定是已山穷水尽。中国官场规定，省部级副职65岁退休，多数会给个二线闲职。本来上面把石哥当成学者，表示他可以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这次却是他还未满65岁就收到退休通知。新被派来的主管在宣布时就要求他交出通行卡，意味他出了门就再也进不来，足以看出上面的震怒。事情起自总理陆浩然要求16号机关提交论文，以压倒的气势驳斥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意见，让人对土地私有化后的中国充满希望，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更有信心。与其他部门的报喜不报忧不同，16号机关一向不逢迎上意，直面现实，因此发表的论文从来被政界、学界、新闻界信任。陆浩然显然希望利用这一点。按规矩，上面明确授意的命题作文不许有任何偏离。然而16号机关的论文还未上交，便不知被何人上了榜。不但没有遵循陆浩然的授意，反而是论证在当下环境搞土地私有化会是权贵强取豪夺，民众利益受损，社会冲突更烈，弊大于利。中国思想界把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当成改革和守旧的分野。16号机关的多数研究人员都支持土地私有化。唱反调的论文是按诗歌要求搞的。他一反常态的也来了个结论先行，要求按他的定调论证，且不吸纳相左的意见。这种方式引起了研究人员普遍不满。为了平息争论，石哥将报告的未定稿散发给机关所有的研究人员征求意见。接着便发生了论文被上网，却因为扩散范围太大，难以追查是何人所为。陆浩然命令16号机关公开声明被上网的论文是脱名伪作，重新按他的要求搞出新的论文，事情便可了结。这种态度被认为是息事宁人，却被一向态度温和的石哥拒绝，表示无论是对国家负责还是遵守学术原则都不能接受，这让陆浩然怒不可遏。而取代石哥的新主管首次对外露面，第一件事便是否定上网的论文与16号机关有关，还表示决心通过法律追查伪造者的责任。其实那报告就是石哥送上网的，他料到了会有这种后果，却当作必须要做的最后一搏。对于他，焦点不在土地私有化好不好，而是会给眼下的中国带来什么后果。有些话他无法对手下研究人员讲明白，只能自己做。即使挡不住最终结果，
至少自己不被利用。同时，他也是在进行最后的测试。如果体制内的手段最终都没有用了，就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